大师，诸位同学，请坐。请看《大乘无量寿经》解，第一百八十六面，一百八十六面，第四行，啊，第四行，看十号、啊、第八。 法调御丈夫，静言书月，能善调伏众生，名调御丈夫。或赞曰：自己丈夫，复调丈夫，故佛啊、呃，故号佛为调御丈夫。 若居四法，则名丈夫。何等为四？一尽善知识；二能听法；三思为义；四如说修行。我们就看这一段啊，这是。 如来十个德号里面第八个啊，成条御丈夫。《净因素里面说的比较简略，能善调伏众生。这个调伏是教化，比教化的意思要深啊，教化的。 成果出现了，也就是所教导的这些众生呢，都能够心服口服。啊，这个服是这个意思，啊，可见得这是相当不容易的事情，啊，佛能做到。 化身菩萨也能做到啊？为什么他们能做到呢？这《合赞》里头说清楚了啊，《合赞》里面讲啊，居四法，用我们现在话说，他居足四个条件，所以他能做到。 啊、嗯，教育必须要真正调伏众生，教育才算成功。啊，那我们知道，人心本善。佛在《华严经》上常说，一切众生本来是佛。 啊！佛教导我们，信解行证。啊，对佛陀的教法，首先我们要建立信心。啊，信了之后，要求解。啊，要把佛的教诲要搞清楚、搞明白。 然后，如教修行啊，修行里面最重要的就是调伏我们的妄心啊，齐心动念呢？啊,啊，行这个字是说的行为，行为。 有善有啊，啊，起心动念呐、啊，有意念呢、啊，指挥我们言语造作啊。所以修行从哪里修呢？如果说从言行上来修，也算不错了，那不是根本。 啊，还是在枝叶上修。啊，根本是起心动念，根本修好了，枝叶自然茂盛。啊，这肯定的。啊，也就是圆满的条幅了。啊，实在讲，在大乘法里头说。 起心动念也是烦恼啊！啊，这一类的烦恼啊，叫根本无名。这个名词很有意思啊，顾名思义也啊，无名，名是明了。 无明呢？现在不明了了，啊，对什么不明了呢？对自己不明了，啊，这一点我们要特别留意，尤其是大乘佛法的教学，它叫什么？ 啊，终极的目的目标啊，就是明了自己，这个教学就圆满了。啊，自己是什么？几个人能认识？几个人能说得出来？啊，别说我们凡夫说不出来，十法界里面的佛菩萨也说不出来。 为什么呢？不明了吗？用佛法的术语说，无明破了，你就明了了。啊，无明破了是什么人呢？成佛了。佛门常识：破一品无名，证一分法身。 啊，明心见性，见心成佛，那是真的明了了，啊，知道自己是怎么回事情了，啊，完全搞清楚了。在《华严经》里，那是圆教，初住菩萨以上，真搞清楚了，真搞明白了，啊。 那就是圆满的调伏了，谁调伏他的，如来教他的。啊，所以如来成丈夫啊，啊，大丈夫啊，自己成丈夫，又能调伏丈夫。 啊，这个丈夫是指十法界啊，真的不是假的啊？为什么呢？一切众生本来是佛吗？这个丈夫是佛的别名啊，是因为他迷失了自信。 迷而不觉，那么他自信有没有失掉？并没有失掉啊！诸位记住，迷失迷了，好比失掉了，并不是真的失掉。只要他觉悟，他就认识了啊！所以迷失不是真实啊，《论言经》上讲的。 言若大都，迷头人也。这就是说明什么叫迷失啊？迷失掉，自己不知道啊！我讲这一小段经文，我用现代比喻容易懂。 啊，我们做学生的时代，啊，念小学、念中学就有军训课程，啊，为什么呢？跟日本人打仗嘛。那八年抗战期间，啊，小学五六年级叫高年级的同学要受军训了，接受军训。 啊，接受军训呢？教官常常举行啊紧急集合啊，因为那个时候的学生抗战期间非常辛苦啊，日本人到处轰轰炸 <coughs>。啊，小学我只记得四年级开始就住学校了。 啊，学校都迁到乡下，啊，不敢在城市。啊，学生都住在学校里，跟老师共同在一起过生活是好。啊，老师真的便于管教。啊，住在学校里，真的师生如父子啊，同学像兄弟姐妹一样。 啊，学校是个大家庭。啊，紧急集合规定是小学生吧，五分钟。啊，五分钟起床的时候，早晨起床，啊，那是教官哨子一吹，啊，服装整齐到操场去集合。 常常就发现有人慌慌张张问同学们：“啊，那帽子找不到了？那没有戴帽子不可以啊？”啊，到问的时候，你有没有看到我帽子？同学就指着他：“你的帽子不是戴在头上吗？”啊，头上一摸，真的是戴在头上。对，帽子没丢，没有丢，迷了自己以为丢了。 到处找找不到，嗯，这就是眼若大毒，迷途认也，啊，同样的情形，所以叫迷失，没失掉，你迷了不知道，就等于是掉了，啊，六道设法界都是这个情形呐、啊，六道到处找啊，找不到。 啊，十法界虽然不着了，知道知道有，得不到享受。啊，为什么呢？他知道有，是佛告诉他有，他没有感觉到的真有。哎、啊，为什么？自信里面无量的智慧、无量的能、无量的相好，他没有得到受用。 主要知道啊，设法界里面的佛没有开悟啊，这个开悟、啊、都是佛门常讲大彻大悟、明心见性的，设法界的佛菩萨都没有啊，他的悟是解悟啊，我们今天经念多了，看多了。 常识熏修啊啊，一门深入常识熏修，啊，虽然没有欺辱境界呀，听佛菩萨、祖师大德的教诲呀，明白这个事情，啊，不疑惑了，也能肯定的。 自己没得受用啊！没得受用是，我们行的功夫不得力啊！你看，性结下头是行，行不得力，行要得力呢，那就会开悟了。行是什么？八万四千法门。 行的总枢纽，给诸说就是定，就是禅定啊，佛门，十方三世一切行人，这个行叫修行人。 佛弟子修行正果，没有一个是离开戒定慧三学啊！疏获了戒定慧，充其量。 你只得一个觉悟，觉没有行，很很多观念呢、啊，往往是你体会错误了。啊，为什么呢？这些错误，因为你没有通过修行，通过修行，你就明白了。 啊，所以说《开经记》讲啊，“愿解如来真实啊这个愿好啊！啊，没有认真修行的，也就是说，疏忽了界定，绝大多数是误解如来真实意。去解如来真实意，错解了如来真实意。 太多太多了啊！那么这一类这一类的人啊，看起来好像是修行人啊，修菩萨道啊，修佛道啊，啊，可是最后都到三途去了啊,啊！我们看到慈云观定法师讲念佛法门啊。 一百种不同的果报啊！第一种就是阿鼻地狱，自以为是不行。中国古谚语有一句话说的最好：“不听老人言，吃亏在眼前。” 啊！老人说：“佛菩萨，诸事大德，你看看，你细心去观察，没有一个不讲究界定会，讲究界定会，可见得他很认真的学习界定会。” 佛法的戒啊，根本戒是善业道啊。我们再看，通常在家居士修的无戒。 杀到阎王，出家的沙弥界、比丘戒、菩萨戒。一开端也是杀到阎王。杀到阎王从实善开始，到菩萨界。 菩萨到等觉菩萨都要遵守啊！从凡夫初学到等觉，这还得了吗？这个时间很长，不是我们能够想象的。 太长了，他持戒的那个功德了，一步一步向上提升呢。啊，我们只大概人天这个能够呃理解，能够想象得到。 啊，像化身菩萨，他们那个世界的功德，我们想象不到的。所以能够感化诸天，能够感化四圣法界。啊，等觉菩萨能够感感化十地菩萨。 啊，上面是我们的榜样，是我们的模范，我们要跟他学。啊，条条计到明心见性才算圆满，没有到见性，没有圆满呐、啊。啊，要打分数的话，嗯、不够一百分呐、啊，总是欠几分。 哎，到明心见性满分就一百分了，等觉菩萨九十九分，差一分；十地菩萨差两分，九地菩萨差三分。啊，我这个说法，就是诸位有个概念，不可以轻视。你有这个概念，你才晓得此地。 条语的意思啊，条服啊，我们才知道在这上真正用功努力，知道自己不够，差太远了啊。我们讲到不起心不动念，是不起心不动念，那真了不起了。 那什么地位呀、啊？粗柱菩萨了，粗柱往上面去还有四十一个阶级啊，啊，粗柱就不起心不动念了啊，所以这是极其微细的，叫细心。 你看看菩萨八万四千细心，啊，八万四千从哪来的？全从十三业道来的。啊，十三业道是根呐、啊。那我们不修不修怎么行呢？啊，十三业道为什么修不好？这是我们不能不思考的。 这问题太大了。在家学佛，十善业道没学好；出家学佛，沙弥礼没学好。那什么？那假的，不是真的。啊，世间法里头作假都不能成就，何况佛法？啊，佛法纯正。 无望啊！啊，第一个就给你讲真诚了、啊。十善业道修不好，也不能怪人，没人教嘛。啊，现在佛门里头谁教十善业道？ 啊、在台湾还有一些法师偶尔讲讲十善业道经，就讲讲而已啊，没去做啊。听的人不会去做，自讲的人自己也没做啊。啊，你说这这怎么行？啊，我们也在这个世界。 走过很多地方，看得多了，也就想得多了。如何来挽救？啊，所以就想到啊，古人用儒道来帮助释迦牟道。 啊，让石山野道啊扎根我们这才想到儒家的第四《第四个弟子规》，道家的《感应篇》，啊，才找到儒释道的三个根呐、啊。要从这修起啊，要真干呐、啊！啊，你真干。 你学佛的根基深厚啊，这在佛门术语叫善根深厚。你不真干，你没善根呐、啊，啊，没善根，所以你对于佛法的信，古德所谓的。 露水道心，这你心不坚固啊，像早晨的露水，太阳一出来就没有了，那道心就没有了。啊，没有心，哪来的愿？因此没有办法。 抗拒这个社会上种种的诱惑，啊，内伏不住烦恼，外面无法抵御诱惑，徒有学佛之名，没有学佛的实质。 啊，这是佛法衰的原因。啊，佛法现在衰到极处了。啊，妙有。啊，过去李敏南老居士常说：“有妙无道。” 不能信教啊！啊，要让佛教复兴起来做不到。佛教兴旺起来要忍呐、啊。真正修戒定慧的人能信佛教，离开戒定慧研究经教的人，他不能够信教。 为什么呢？他能够讲，能够教，能够著书立说，条育两个字做不到。啊，道理在这里啊，的真干。啊，发心真干的人不多，很少见。 啊！可是我们中国十三亿人口，找个三百五百真干的人，我相信不难啊。这么多人口里面去找啊，找真正发大心真正把我放下的。 啊，我学佛，啊，有有这个缘分亲近张家大师，他老人家教我非常简单，看破放下。啊，看破是看清楚了，看明白了，啊，真相搞清楚、搞明白了，真相是什么？ 佛常说，我们自己也会说，会说没用，啊！佛给我们讲，凡所有相，皆是虚妄。我们的这个虚妄怎么样？认真啊，没有觉得它是虚妄啊，比一般人更认真啊，啊，这就没法子了。 啊，你没有看破，所以你放不下。这老师告诉我的，为什么放不下？他没看破。为什么没有看破？因为他放不下。哼，麻烦就在此地啊，头惯了。 啊，佛法修学的秘诀就这四个字：看破、帮助、放下、放下、帮助、看破。从初发心到如来地，就好像我们现在爬楼梯的一这一阶往上走，你才能走得到啊。 啊、最难的是第一步啊！啊，第一步提上去了，以后就容易了。啊，那我们现在这个第一步有没有达到？没有。为什么？第一步达到的是。 在小城里就是许多洹了，大城你是粗信位的菩萨，菩萨五十一个阶级，啊，实信是小学，初信是小学一年级，你是真正的佛弟子，在这个位次上。 在佛家的名词间呢，你是小圣，小圣里头的小圣，啊，实性是小圣你是实性，也是最低的粗性，小小圣，小小圣都了不起，他不是凡夫啊？为什么呢？他真的看到了。 啊，就真看破了，知道这个世间一切境界都是假的，都不是真的，真看破了，所以不再执着生生活。你看，小小生无苦了，这几个人能做到吗？ 啊，无我就不会跟人对立了。啊，身见放下了，边见放下了，边见就是对立的概念，与一切人事物都没有对立了。小小人能做到啊？成见放下了，成见什么？自以为是。 无论是真的还是假的，是善的还是恶的，是邪的还是还是正的，不不管这些，不再坚持了啊！反复坚持啊！啊！坚持自己的看法、自己的想法、自己的做法。 初心菩萨把这种坚持放下了，这一放下能什么？恒顺众生，随喜功德，他才能做到啊！为什么能放下？假的不是真的啊！啊，善善等于零，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嘛，我我也等于零。 哎，换一句话说，我们用这个，大家好懂，通通归零了啊！初行为的菩萨，所以一切不正的这些观念都没有了，这这是粗行为菩萨。 所以他虽然没有出六道，啊，六道要见四烦恼，要断尽，他没有，他只是见烦恼断了，四烦恼没断，一品都没断，决定不多三恶道，所以他就等于拿到保证了，天上人间。其次。 七次往返，他就超越六大轮回了，啊，正阿罗汉果了。啊，我们要把它跟小城来相比，很清楚，出国等于出心。 二姓呢，二国相；三姓呢是二国。啊，四姓为呢三国相，五姓为三国，六姓为三国相，七姓阿罗汉是国。 啊，八信皮之福，九信菩萨十信是福，啊，这是十法界里面的福，啊，再往上去就明心见性了，啊，再往上讲无明破了，啊，也就是说，六根在六尘境界真正做到不起心不动念。 啊，不起心不动念上。妄心放下了；起心动念是阿赖耶，不起心不动念，阿赖耶就转了，转成大圆镜智了。一转，阿赖耶一转，就是明心见性，啊，那就是初住菩萨了。 禅宗说的“大彻大悟，明心见性”，教下讲“大开元解”，念佛法门里面讲“理义心不乱”，名词不一样，同样境界是一回事。情啊，那就成佛了啊！十法界没有了。那个时候他所现的这个境界是什么？十八庄严图。 啊，给诸位说，处处都是色报转缘土，一线一切线，绝不是说啊这个地方是色报图，那个地方是不是的？它一线一切线。啊，那么众生有感，他就应；这六道众生感，他就到六道应啊。 那是不是他又到六道轮回来了？不是，他还是十报转业图啊！所以他知道六道也是十报图啊，三图还是十报图，妙极了！哎，他住十报图，可是有六道业的，他看是六道；有三图业的，他看是三图，幻想啊！ 不是真的啊！啊，还原观上跟我们讲啊，畜生无尽呐、啊。啊，谁是谁什么出生呢？谁自己念头出生？所以你要懂得事实真相，你能怪人吗？你怪人是造罪业啊，都是自作自受啊，与谁都不相干。 啊，与诸佛菩萨不相干，与上帝不相干，与神不相干，与阎罗王也不相干。啊，一切境界都是自己意念变现的。啊，所以佛给我们讲修行的过程次第，那变现境界不一样。啊，出生无尽这一句话把我们唤醒。 啊，你看这个念头多重要，决定不能有妄念，念念要跟心德相应。啊，心德是什么？智慧、道德、伦理、因果，这是心德了。啊，中国古圣先贤所说的孝悌忠信、礼义廉耻、仁爱和平。 啊，佛给我们讲的舍善、五戒、六波罗蜜、普贤十愿行德啊，只要你一回头，起心动念跟行德肯定相应。这个起心动念是自然性发而入世，有有有没有？ 自己的概念没有，好像是自然的，啊，怎么发生的呢？众生的感，自己的因。众生感有心，也有无心，无心也能感，敏感。啊，佛菩萨因，不管是显印是明印，都没有起心动念。 法而入实啊，这法本来就是这样的啊，所以法称之为微妙法啊，这是我们应当要学习的。学了之后得干，这才行。 就是一定落在日常生活，哎，它就起作用了。这个作用会带给你发喜充满啊！无论遇到什么状况，的时候，迎刃而解，不要去思索啊！这是什么呢？清净心起作用。一般人做不到，为什么呢？他那个杂念太多 他心不心静啊？他要想思考问题，先前他要思考啊，思考里面就发产生很多错误啊。这就是啊，知识啊，我们常讲知识不能解决问题，为什么呢？知识是妄想。 智慧能解决问题，智慧里头没有妄想啊，清净心就生智慧。所以，我们学东西也很麻烦，学东西是你要不知道学习的要领，不知道学习的秘诀。 就会变成知识，这秘诀是什么呢？马明菩萨教我们，啊，我们看书不执着文字相，不执着名字相，名词术语。这个是在讲的时候，是应该的。 啊！可是最重要的是第三句。啊，第三句你的印象落在阿赖耶，这个麻烦了。啊，这就变成什么？变成了所执障啊。 心缘相啊！啊，你看，你有心缘相，你的清净心没有了。啊，你要知道，执着言说，给名字，心被污染；名相心也被污染，染的不深。最严重的这个染物。 就是意识，心缘相，你的心攀缘这个相，也就是什么？我自己哎，懂得什么想法？我觉得这是什么意思？你不知道，这个、节目没有意思。你怎么会有意思呢？佛是从没有意思说出来的，你怎么念了会有意思呢？ 那个意思不是佛的意思，是你的意思。这是佛法最难的地方啊！不能用心眼想那我们也会天天看，要我们天天看经，天天读经，啊，天天听听讲经，会不会呢？关系在这会会的时候，我在这里是修禅定啊。 修清净心呐、啊，啊，修什么？修不着相啊，啊，听经不知着言说相，啊，不知着名字相，不知着心缘相，我在能听经。这样听什么？这样听智慧显现啊,啊，佛的经，佛的这个言语，把我们自性的播入智慧呀。 引出来了。如果我们一着相呢，智慧就发生障碍了。这种障碍叫所知障。啊，贪嗔痴慢那是烦恼障，叫二障啊。啊，释迦牟尼佛为我们表演，十九岁出去参学，学了十二年，最后怎么样？彻底放下。 他才能入定，他才能大彻大悟。这个用意很深呐，啊，所以东西要不要学？要学，要会学，要在学习里面去。东方人讲佛法讲，以后如根道都讲悟性，在学习里头怎样把悟性启发出来？ 这一文千悟啊，文以知食啊，那是智慧，那个才管用啊！啊，所以教学，古时人教学跟现在教学完全不一样。 现在人教学机械的啊，全着了相。古时候高明的老师的时候，他他反对，他不会用这方法。啊，我在台中跟李老师学精教十年，老师不准写笔记。 啊！我听经，我的座位是坐在第一排，是跟他两个面对面，这他安排的。啊，叫我专心听。他说：“听着好东西写下来，怕忘记、啊，用不着，你自信的这些 啊，在清经里面修清净心，你看经教跟我们印下去，啊，你自信里头有经无量寿经，你自信里头有无量寿经，跟无量寿佛无二无别，啊，你相不相信经上所说的我心即是阿弥陀佛？ 阿弥陀佛，即是我心。如果你也相信了，你就不必执着了嘛。你就真放下，放下，哎呦，智慧现前了啊！不放下呢，知识，你所记的是全知识，知识有限呐、啊，你那个。 藏书的地方不大了，会装满了。智慧是无尽的，你装不满的，而且不是外面来的，是你自信里头有的。这个这个重要啊！所以，怎样让我们这个自信的能智慧能透出来？那你就一定一戒。 在定、阴定开会，你在走这个路子啊？读经是不是修行？是的，你得会。听经,经是不是修行？是的，完全在你会不会啊？会的人什么立一切相，即一切法；不会的人着相。会的人少啊，不会的人多。 啊，我们要慢慢的练呢、啊。啊，从什么地方练？就是从放下。认真学习又不着想。这就是法。啊，如果你真的我一切放下，我也不学了，你一事无成。为什么？你不是真的放下。 真放下就开悟了，那怎么不是真凶？我是真放下了，嗯、你放下没放下？你你心里还有个，我什么都放下了，这还没放下，这个放下你才能开悟啊！啊，你还是有啊！啊，四空天人。 那就是这一类的，我什么都放下了，万法皆空，空了。结果怎么样？他的果报四空天里面无想天，他什么都不想了吗他在那里头。那为什么出不去呢？因为他有无想，那个没放下。我什么都不想，你看这一念没放下，这一念呢就变成了无想天。 哎、呃，他就受这个果报啊！无想也的方向啊，才干净啊！这很难的、啊，太难，太难了啊！大乘法里面讲，两边不离，中道不存呐、啊。两边不离就是中道，你执着中道了，你还是没放下啊！所以凡夫不是执者有，就是执者空。 两边不住又执着跑出一个中道，总是放不下啊！放下是真正得大自在呀，真正活活泼泼，什么障碍都没有了啊！所以从这一点也能够体会我有没有障碍了。有障碍，有障碍就想想，没放下，真放下哪来的障碍？ 啊，所以由此可知，戒定慧是多么重要。啊，我们要想帮助别人，首先要成就自己。啊，佛如此，自己丈夫，自己能调育自己，才能帮助别人。 调是对心讲的，起心动念是对这个讲的，啊，起心动念分别之处。你能够调；欲是从行为上讲的，啊，言语动作，你能控制了，你不会受外头影响了。 那么底下讲呢，这是，啊，这是居四种法，啊，若居四法则名常丈夫，这个四法第一个，精善知识，这非常重要啊，清净善知识啊。啊，那我们今天善知识在哪里？其实，一切法都是善知识。 只是我们不知道，哪一法不是善知识啊？啊，问题只要你有善，你才会知识啊！你自己没有这个善字，你就没一点办法都有啊！那我们还是凡夫，回到凡夫为上。啊，《弟子规》里面讲的，教我们。 亲近仁者，这是佛法讲的善知识。啊，仁慈的人，有德行的人，有学问的人，亲近他们。 啊，向他们学习。那在现前这个环境，善知识找不到了，怎么办？过去善知识的著作留在世间，我们找这个就行。 啊！可是我们初学，初学要找一个善知识，不能找太多，太多了麻烦就来了，会把我们搞乱。找一个人。人。从前李老师教我，啊，最初啊。 他是叫我跟他给我三个条件啊！我到台中去看他老人家，说明我很想跟他学啊，做他的学生。他给我开了三个条件。第一个条件啊，那个时候我已经学佛了，学了几年了。 啊，我好像二十六岁学佛我亲近他的时候是三十一岁，七年，三十岁，跟到三十岁。他说：“你以前所学的，无论跟什么人学的，啊，包括跟方老师、跟张家大师，我不承认。” 啊！老师告诉我，他不承认。你到我这来可以，一切从头学起。那以前不算了。这第一条。啊，第二条呢？你到我这个地方来，只能听我一个人的。啊，讲经教学只听一个老师。 其他任何，无论是出家在家，大的，他们讲东西，你不能去听，啊，不允许。第二条，第三条，从今天起，你所看的文字，不管是经书还是一般数学，没有得到我同意，你不可以看。我听到这个话，这个老师太跋扈了。 好像是目中无人了啊,啊！为什么这样限制的这么严？啊，不让你听，等于是把你耳朵塞住了；不让你看，你眼睛蒙住了，专听他一个人的。我当时听了这个话，大概沉默了。 五分钟，我接受了。我我想了一下，的时候，哎，接受了。啊，这才十五学生。啊，然后老师就告诉我，我这个条件不是无限期的，五年。哦，五年当中要遵守，不是不是无限期的，五年。 这接受之后啊，大概到三个月就有效果出来了，头脑比较清楚。那为什么呢？三个月不乱看东西了，心定了嘛，只跟一个老师，大概是。十年之后啊，我才晓得。 这就是中国自古以来所讲的“私臣”。老师看中你这个学生，想教你。你要是到处去听，他没办法教你，你乱了。啊，到处乱看也不行。啊，毕竟我们年岁大了，我跟他的时候三十岁了。 我跟方东北先生是二十六岁，啊，年生，所以这么限制，啊，半年之后，那效果就非常殊胜了，心地清净，啊，好像有一点智慧，嗯，听东西能听得懂，看东西能看得明白。 五年下来之后，我跟老师讲：“我说老师，你这个办法的时候，我还继续延长五年。呵呵”他笑了一笑。我守他这个办法十年。啊，这是什么？其实就是夜门深熟，长时熏修。 啊，那你对老师没有信心，不行啊，你就跑掉了。啊，以后我也反省过去，方老师也是这个意思，没说出来。你看，我本来想到学校去旁听他的课程，他不让我去。他给我讲现在的学校，先生不像先生，学生不像学生。 住在六十年前，他说：“你到学校去听课会大失所望。”啊，乐意教我，每一个星期天到他家里，他给我讲两个小时一堂课，在他家里小客厅、小圆桌上，我们就一对一。 我们的课程是这么学的，啊，我们对他一点瓜葛没有啊，不认识啊，啊，我是慕名写封信，自己介绍自己，啊，见面的时候谈到最后结论就是每一个星期两个小时，道德家上课。 啊，以后认识张家大师，张家大师非常关心，啊，非常慈悲，啊，也是一个星期两个小时，啊，如果我偷懒没去的话，他就叫他的副官打电话问我怎么没去，是不是生病了？这一问就就不好意思不去了，老师太关心了。 啊，所以李老师是说出来了，他们两个没说出来。啊，这清静山之事，啊，李老师在教学当中告诉我，他说我他很谦虚啊，我只能教你五年。 这五年之后怎么办？我介绍一个老师给你，谁呀、啊？他的老师，印光大师。印光大师不在了，老人家的著作在。他给我四本书，那个时候台湾只有这一套，印光大师文钞。 正篇上下两册，续篇上下两册，四册啊！给我，叫我，你去看，你去读，依教奉行，你就是应光法师的弟子啊！告诉我，这是当代一位大善之士。 啊，他的净土是跟英光大师学的啊，所以我们这个师承是从英光大师啊。那么现在英光大师的全集出来了啊，现精装好像是七本啊，清净善知识重要啊。 第二个能听法这一句好像是简单，其实不简单。嗯，真能听法吗？我们现在在看到一个例子：刘素云，他能听法。你看看，一部,部《无量寿经》，他专听一部，不听第二部。 啊，每一天一个光碟，一个光碟，一个小时，把这一个光碟重复听十遍，就是每一天他听见十小时，十小时是同一个光碟十遍，真叫长时熏修啊！啊，那我那一年是在新加坡讲的《无量寿经》，啊。 时间是好像是九八年，好像是的，一个月讲圆满的啊，每一天两个小时，一个月讲圆满，六十个小时，很快流通到中国大陆了啊，六十天一部经听圆满了啊，都是每一个小时听十个小时，听完之后从头再听。 还是每一天一篇十个小时，听十年了、啊，这叫能听法了。这十年我们不晓得他的功夫，但是我们能够体会到清净心有了，清净心生智慧。 啊，所以我在光碟听他这个解答问题，啊，听众三四百人跟他提问，啊，两三个小时的时间解答，讲的很圆满，那是智慧啊，智慧辩才，那那不是容易事情、啊 啊，这个听经要这样听法。啊，读经跟这是一个意思。啊，读经等于说听古人的，古人讲的，在书本。啊，听出味道出来了，欲罢不能。啊，乏味吧。 古人所说的“侍卫哪有乏味浓呢？”啊，你这个你一接触，无论是听，无论是看，欢喜心现前，他就欲罢不能。啊，胡小林给我们做报告，他说他现在每一天在读经。 十二个小时，忘掉了，连吃饭、喝水、上洗手间都忘掉了。专注，发喜充满了。啊，他告诉我们，他每天是早晨八点半开始，到晚上八点半，十二个小时。啊，第一句做到了，啊。 的上一句也做到了两句啊，啊，思维一啊，这个思维不是心云想啊，一听意思就明白了，一看就懂。 这叫思维仪啊！幕后一句话很重要：如说修行，你把你所懂得的、明白了，都落实在生活上，你的生活幸福美满。 落实在工作上，你的工工作愉快、轻松、顺利啊！落实在日常生活、处事在人接你肯定不知不觉已经落实沉浸前后。 真的美满幸福的人生呢、啊？啊，世间如的法都能得到啊！不知不觉，你所表现的啊，就是说，你把这个圣贤这些德牧啊，通通都表现出来了，都做到了，孝悌忠信。 礼义廉耻，仁爱和平，啊，长时间的熏修啊，就成功了。这叫丈夫，这这是丈夫的标准。又会苏于，为居大丈夫利用。 啊，大丈夫是法身菩萨，啊，也就是中国人讲的明心见性、见性成佛，在儒家讲圣人，丈夫贤人，加上个大圣人，在佛法里面加上个大是佛陀。 没有这个大菩萨，大丈夫的利用，利舍利是无所谓也。而设种种诸法，调伏治愈一切众生，另立。 狗然得大涅盘，他有这个能力呀、啊！啊，这一个条，一个鱼。啊，他给你讲经说法，说的这些道理，你听了之后，能信能解，法喜充满。 啊，这是他他的教学、啊、明了之后，在日常生活当中，起心动念、言语造出，你自然就不会有违背心得。这是欲，就是你能够控制，你能够驾驭你自己。这不是说别人啊，驾驭我们自己行为。 不会超越规范。要是用还原观上的四代来说，调就是随缘妙用啊，玉呢，那就是。 做一切众生的典型行为示则啊，或者是行为示范啊，都能给世间人做好榜样。这个世间是十法界，不但是六道啊，还给四圣法界做好榜样。 这是佛陀教学的利用啊！啊，这里面的一切众生只是发现。啊，另立垢然这两个字，烦恼的代名词。 狗是烦恼障，然是素质障。啊，你知道东西太多了，造成障碍。啊，这种东西嘛，现在讲的知识，你看看佛法里所说的。 转识成智，凡夫呢是变质为实。智变成实了就是凡夫。色归元，成为智慧了，这就开悟。 啊，六道里头，确确实实啊，智慧啊，全变成了知识啊，变成烦恼啊。佛法里面讲，转烦恼成菩提，啊，可见的烦恼跟智慧是一，不是二，就是迷雾不同。觉悟了，烦恼就是智慧；迷了，智慧就变成烦恼。 啊，迷的时候，智慧变成知识；觉悟的时候，知识就变成智慧，不一样，迷悟不同啊！啊，这是要佛菩萨帮助我们觉悟啊！烦恼障没有了，所知障没有了，你就得大涅盘啊！这个大涅盘就是真如自性。 你就回归自信，在净土讲上，你回归长寂光了，这是什么地位呢？妙觉位，在等觉之上啊，回归长寂光了，你功德就圆满了。 下面这有个提问，这提问问的很好。后问：女人等以硬化，以硬化度啊，何以独标丈夫？男人的丈夫是男人，男子啊，哦，男子佛都这样照顾他，都要逗他。女人怎么办呢？这下面就说出来了。 丈夫包括女人在内，啊，要要懂得这个意思，啊，大智度论里头说，啊，你看智度论大约，若设丈夫啊二根，这二根就是男女，啊，男根女根，五根。 啊，天眼是天然的、自然的。啊，我们现在讲的时候呢，先天的缺陷。啊，皆女女众，通通含摄在其中，故说丈夫啊。所以佛经里面这个丈夫是包括女众啊。 连无根都包括在里头啊！啊这个才圆满呢！啊，盖为名为丈夫、啊、则可开设妇女、无根及二根等人。这一句是黄念老注解。 啊，就是《大周陀论》里面的意思啊，我们这就不会误会了。这佛法里头，真平等呐、啊！啊，佛法里头绝对没有重男轻女。啊，那我们看到女中。啊，在戒经里面好像不平等。 啊，戒经年排班，然后咱们是凡夫、啊，男众一定在前面，女众在男众后面。啊，比丘戒两百五十条，那、啊、比丘尼戒三百多条。为什么多那么多？这个是就事论事。啊，什么原因呢？ 一般的女众情执比较深，所以佛对他们的教的时候就比较严格。啊，这四相上啊，理上没有差别。啊，四相上也是一般，也有特殊接触的。 啊，女中啊，智慧的能都在男中之上，所以看《法华经》，农女八岁成佛啊，不但是女中，出生里头的女中。一般菩萨都比不上啊，也有杰出的啊，所以这些道理一定要懂。 佛法真正是平等法，没有对立啊，没有对立才真平等嘛。你看，从实性,性、粗性这个对立的念头就没有了啊，那么我们才晓得佛教化众生呢，在用的是方便法，善巧方便。 啊，帮助我们断除无时界那些习气、烦恼习气啊，要用这些方法啊。烦恼习气没有了，这法就用不上了啊，用不上。哎，这佛门还这么重视啊？用不上了，还这么重视，这为什么呢？ 为表法，让初学的人看。那、啊、如果我们把这些人都废弃了，那初学的人，那我们何必学他呢？用意在此地。这常常想到啊，许许多多初学的人要给他做榜样，啊，是做样子给他看。 那那么做这些样子，自己有没有不变的地方？没有。为什么自己完全空了？哪有不变的？所以做而无做，无做而做，自然的了，变成自然的了啊！没有造作的痕迹，你都找不到。这是菩萨的德能呐。 我们再看下面这一段：第九天人死，九静言数月，能以正法尽调天人，明天人死。 会疏曰：“于所有天上人间魔王外道设犯天龙，悉皆归命，依教奉行，具作弟子，故号天人师。<coughs> ”啊，那么这个德号，它的范围比较狭窄，仅限于。 六道里面的天人啊，因为在一切众生当中，特别是人道，你看，菩萨示现成佛都在人道，没有在天道。这个表法。 有很深刻的意义。佛门常说：“富贵学到难呐。”你看这个世间富贵人，你请他来学佛，你叫他去烧头香才行，他很愿意干这个；你叫他到这听两个钟点经，的是要他的命了。 他坐不住啊！那、啊、为什么享乐享惯了啊？他这一生呢，乐多苦少啊！你叫他要处理求生极乐世界，我这里比极乐世界还快乐啊！他生不起这个念头，所以富贵学到了。 八难里头，富贵是一一条啊，对他困难了，啊，贫穷学到难，贫穷人三餐饭都吃不到，你叫他来听津，他哪有这个心呢？啊，他也去找他生活去了，<coughs> 所以学佛最适合的人。 小康之家，啊，不横富贵也能吃得饱。啊，这种人很适合他什么？他知道苦，啊，苦乐他很清楚、很了解。那佛讲利苦得乐，很能中他的胸怀，他就来了。六道情形，一复入世。 天上佛宝大啊，所、啊、以天人学道就难啊，真的不容易啊。特别是讲净土，很难接受啊。三窝道苦啊，佛多三窝道不容易啊。啊，佛讲的很清楚，三窝道里面度的众生。 是哪些众生呢？在人间都学佛学的很有基础，没有一教奉行，都到三恶道去了。所以他阿赖耶识里头有佛法的种子，啊，换句话，有善根呢，有这个根基，佛才好度他。如果没有很深厚的基础， 三恶道的人没法子度脱，那怎么样？只有他受报啊！实际上，三恶道啊，就像监狱一样啊！你犯了过失了，判了刑了啊，在是要关多少年？到刑期满了，你就出来了。三恶道也是如此，你造作的罪业，你得到就受报啊，受完他有限期的。 啊，有期限的，啊，收报完了之后呢，你又到人道来了，啊，有些善根深厚的到人道来又闻到佛法了，啊，慢慢一步一步向上提升的，但是有善根很深厚的，啊，神很深厚，为什么会堕恶道呢？也就是。 敌不过内，敌不过烦恼习气；外面呢，受不了诱惑，特别是现在这个社会，很容易破戒，很容易犯罪呀！啊，展开戒禁，你看，通通都是多三恶道的，这就去了。啊，可是。 他在世间真正修行文法的时间很长，这个基础很厚。佛菩萨在恶鬼道、在地狱道、畜生道都能读到。啊，实际上恶道里头得度的众生啊，都是在人道里修的很好的基础。啊，那么人间学佛。 不是白学啊！偶尔做错事情，多三,多三我道菩萨还是照顾他。佛是门中不舍一人啊，真真慈悲啊！所以佛称为天人师啊，《金云书里头说：“能以正法敬熏天人，敬是究竟。” 啊，来教训天人，啊，名天人死啊，这个名号是从这来的，啊，会说里面讲的清楚，讲的详细，啊，所有天上人间，啊，佛在天上度化众生。 只讲到色界天，没有无色界天。啊，无色界天叫长寿天，八难之一。啊，八难佛没办法度他的，啊，他不接受。四空天呐、啊。 他那个里头没有在乎我、啊，啊？为什么呢？没有身体，也没有居住的房屋。我们用一般世间人的说法，灵界就是灵魂这一界。嗯，它也有高低，也有四个层次，灵界啊。 完全是修的定功啊！不要身体，不要这个色，就是物质这个东西，也开不要，没有任何累赘呀！啊，寿命很长啊！佛能教化的四禅以下啊，四禅十八层。 加上玉阶六层天，二十四层，啊，这个里面有佛菩萨，啊，菩萨能够事现菩萨神，事现诸天的身份，啊，教化天人。 <coughs> 应以什么身得度，佛就现什么样的身。啊，佛没有起心动念，怎么现的呢？随众生心，因所质量。嗯、众生喜欢什么神？想什么样的人来度他，他就现什么神。 就读的啊，感应道教，啊，我们今天起心动念，想佛菩萨，佛菩萨来不来？来，在哪里？你想他的时候，他就在你面前。为什么见不到？我们的烦恼。 习气太重了，障碍住了。不是他没有来，他来了见不到啊，他见到我们，我们没见到他。啊，我们的愿求，希望佛菩萨保佑，他真的加持你。可是我们如果要造作恶业，他也无可奈何。那就是帮不上忙。 啊，到什么时候能报上呢？你就业障消了，我们所吸取的感应就现前了。啊，这是早年张家大师告诉我的。啊，他给我讲佛是门中有求必应，讲这种事情，真的绝不是假的。啊，那么我们有很多想求的时候都没有感应，没求到啊。 啊，老师说不是求不到，是你有业障。怎么？业障铲除，你所需求的都出现了。在佛法叫时节因缘，这个时节因缘是自己决定的，自己造成的，不是问题不在外，真的。 应了古人的一句话：“行有不得，反求诸己。”全是自作自受啊！如果我们怨天尤人，说佛菩萨不灵，啊，祖宗没有保佑，那是造罪业。祖宗哪有不爱后代的？没有这个道理啊。 佛菩萨哪有不慈悲的？自己造的业障啊，人家加持力量加不上，啊，你业障抗拒啊，啊，是这么个道理。所以求有不得，那我们就要反省，我们就要修忏悔，啊，业障铲除。 你所求的就满愿了啊！要真正忏除，不是在佛菩萨面前跪着磕头、烧香、祷告了，那那忏除不管用啊！从哪里忏除呢？从自己心地上忏除啊！怎么个忏法呢？这是张家大师教的。 后不再走。那叫真忏悔啊！真的忏悔了，他明明天有毛病老，老毛病又起了，这个不可以啊！这个不会有感应的，真正觉悟了，真正回过头来了，这问题才真解决。 啊，那我们也想想，我们起心动念、言语造作，违背信德的地方太多了。啊，我们细心想想，啊，拿中国传统的标准，孝有没有做到？好像是做到了，其实与标准相差。 距离太远了啊！跟圣人比比，啊，尧舜禹汤，我们的小体跟他比行吗？我们的忠心跟他比？ 我们的仁爱跟他比，这也比不像啊，差太远了。这才晓得想着自己为什么没有感应啊！拿佛法，佛法的标准是十善业道啊。我们总以为我们自己十善业道做的不错了。 哎，不杀生，我们做到了。不杀生向上提升一级是什么？爱护众生。这个我们没做到啊。这是包括在不杀生这一条界里头的。啊，爱护众生。 照顾众生，成就一切众生、嗯，全在这条里头。所以这一条一展开，八万细行，嗯，表面上看来，一看到细行里头，那我们就晓得差远了，怎么能跟菩萨比？不但比不上菩萨。 比不上阿罗汉，比不上天人，比不上我们世间的神仙。那还有什么话说呢？ 啊，所以我们没办法，自己没做好啊，怎么能教别人？教别人也不听，啊，没有办法。调育两个字是教学的标准，啊，要让受教的人心服口服，啊，真正佩服你。啊，想想我们自己。 我们当年清净山之时。那一种心态，哎，再看看现在我们教别人，人家有没有这样心态？找不到啊，太少了。啊，那怎么办呢？自己要提高警觉，要把自己不断向上提升。 自己提升到一定的程度，会不会有学生来？会有啊，真正好学、有善根的人，他自然就遇到了。啊，没有这个心，没有这种愿，佛菩萨在面前也没有，当面错过。 啊、释迦牟尼佛给我们做的事业啊！当年在舍卫大臣，舍卫大臣居民十万人呐、啊，这在那个时代呀、啊，十万人是大都市啊！啊，佛陀在那里讲经教学时间很长啊，我们知道。 他们生活每天出去徒步，所以大街小巷哪里都去，都都都都去过啊。啊，认识释迦牟尼佛的人，啊，知道他，认识他，见过他，三分之一。 知道有这个人，听到名字的，没见过，没有遇到的，也有三分之一；还有三分之一根本就不知道，连名字都不晓得。啊，就在这一个地区，语言不一样。啊，所以认真。 提升自己的境界，比什么都重要。啊，与一切众生广界法缘，这个重要。啊，现前有没有人来学习不重要，啊，有没有人得度也不重要，提升自己重要。 为什么自己成就了 <coughs>，你能关机了？关机什么？有徐敏通啊，有他心通啊。啊，这个人生生死死，他在哪些道？啊，过去生中做些什么行业？ 啊，有没有学过佛？学些什么法门？你一清二楚。遇到之后啊，讲经教学就契机了，啊，契机他就欢喜，就很容易接受。啊，那么由此可知，我们自学。 跟画他，自学是主要的，画他是附带的。画他实在讲，就是解法源。啊，解法源要有智慧，要有慈悲。啊，众生有故事，不要放在心上。 啊，为什么呢？那是自然的，一点都不奇怪。啊，放在心上，我们就堕落了，我们就错了。啊，为什么呢？它染污了我们清净心。啊，根本不放在心上，自然就不放在口上。啊，口里面批评，早为早口业。 造恶业，放在心上是义业，那就错了。啊，一定要像佛看众生一样，佛怎么看众生呢？一切众生本来是佛，啊，造作阿鼻地狱罪业，你看起来也很可爱，哎，可见他一时糊涂，嗯、他要到阿鼻地狱去去一趟再回来。 要用这种心去看呐、啊，啊，不可以有怨恨心啊，啊，没有一一样不是表法的。啊，他在我面前是，他对我表法了，我在这里受教育啊。你看，他做给我看，他造做什么恶业，他下地狱受受受罪去了。 这不是给我看的吗？这不是告诉我，我绝对不能有这个念头，不能有这个行为。他不是我的老师，感恩还来不及，来来不及了，怎么能抱怨呢？啊，所以一定要学的是，这个世界人人是好人，在我的心目当中，事事是好事。 啊，无论正面反面，善的是恶的，顺是顺境逆境，通通是好事。啊，这个这个道理，这种修行，就是《华严经》善财童子五十三财。所以他一生圆满成佛。啊，在境界里面修得了清净平等觉。 这个重要啊！境界现前，总是起心动念，这个是好，那个是坏。这一关突破不容易啊！啊，这是什么？分别执着吗？啊，佛法是叫我们破分别执着的，我们还在境界上搞分别执着，哪一天才能出头啊？ 啊，是学了还原观，学到一一个本事，一切法通通把它归零，还原了嘛？那、啊、归零回归自信就没有了吗？啊，知道一切法，无论是精神，无论是物质，物质再小，现在讲一个量子。 都具足圆满无因之体啊，色相是受想行识，在不在呢？不在，刹那一刹那就完了，真的像闪电一样，比闪电快多了，它不存在，善也不存在，恶也不存在，没有一法是真正存在。 我们的心清净了，不再分别了，不再执着了，这对于我们修行有好大的帮助啊！啊，这叫真正看破了，了解一切法的真相，真相不存在。啊，科学家肯定物质不存在，这是物质是精神现象变的。 他，他还认为精神是存在的，啊，能量是存在的，都不存在。能量是阿赖耶的业相，精神是阿赖耶的转向。全是假的。啊，真正存在、永恒存在的自信，六根接触不到。 但是它无处不在啊，无时不在。啊，所以我们一切总要向自信靠拢，要与信德相应，那就对了。啊，所以这个地方不但是天上人间，还有魔王外道，啊，设犯这个是是是错幻音。 就是我们中国人讲的玉皇大帝，他代表玉界天，凡代表四禅天，啊，下面天龙，啊，天龙八部护法神，啊，悉界归命，依教奉行，具作弟子，这好天人是。 佛是永远老师的地位出现在世间，又何论曰，诸佛虽为一切众生无上大师。诸众生中啊为天与人能发无上大菩提心，是故号佛为天人师啊，这又是一个意思啊，因为只有在。 佛这一道当中，能成菩萨，能成佛，啊，容易得度，啊，那最方便的法门呢，就是净土法门。遇到净土法门，真搞明白了，一心念佛，没有一个不得度的，啊，一往生就成佛了。 不可思议！今天时间到了，我们就学到此。里。